来做一个改装的。奥璇呢也是我们自己的品牌，自己进行改装之后，我们的商务车也是脱胎换骨。然后我们也有经营鲁曼的这个品牌，鲁曼这个品牌呢，它是来自于德国的一个品牌，它也是主要做一个改装车，将我们的一些车型，像这台 G63 啊，它拿回去德国进行一个整车的改。它不是说单独改啊，或者什么改装套件什么，那不是的，它是整车改装，从内到外，然后还有包括它的发动机啊、性能啊各方面都会改的。是的，我们这个车子的话呢，它的内饰座椅，然后包括它的中控台啊，全部都是进行了一个升级的。大家想不想看看它的内饰啊？想不想看内饰？然后这台车子的话呢，它的内饰的座椅全部都是哪怕真皮的，包括像它的那个中控台是红色的一个碳纤维。这个车顶上方的话有那个我们做了一个星空顶，还有它的一个天窗啊，黑色的一个天窗。那这款车型的话呢，它的报价是多少？大家呢猜一猜啊，大家猜一猜。点赞一万啊，点赞一万，别拉腿。 OK OK， 大家这个动动手指啊，动动手指，这个马上打回原形了，雕镜要被打回原形了，大家动动手指点点赞哦，也别忘记点击我们直播间左上角的这个关注点一点啊，这个小心心点一点，小心心不是小心心，有小心心也可以，点赞点一点，小心心送一送，然后我们灯牌送一送，好不好？大家记得点点关注，因为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呢是在这个下午的3点钟。然后每天我们带给大家看的车型也都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展厅的话，车的话真的是丰富多样。哇，这么快就一万了，大家手速真的可以，大家手速真的可以。满足一下，满足一下，主要是你喊321啊。好了，来吧。